回馈，我觉得那个才是支持我们的最大动力。客人很满足，很幸福，让女主角哭，让男主角哭，然后流眼泪，我觉得这个是经营了几十年，到现在还是能够感同身受，还是能有很满满的成就感，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。爱乐福其实是在行业里面非常特别的，各大的活动我不局限在婚礼，我不局限在求婚，我不局限在公家机关或学校，我全都能够包办。如果客人只需要买零售商品，我们也服务，到最终他想要整场布置我们也服务，甚至到策划我们都能够做。所以我们可以从几块钱的气球材料，单一颗几块钱我们也卖，他如果觉得麻烦，他也不想自己动手，他选完东西以后就由我们的专人帮他组装服务，专人专车送到目的地，他还不会布置，那我们还可以配职人达人去帮他把场地布置完成，只要仪式感需要的同时我们就在。原本的工作室叫幸福点，就是我们希望让幸福多一点，然后去传递这一样的理念。老婆是我的共同的创办人，对，那一路上都很支持我们。那其实我们有讨论过很多的名称点子，都是我老婆想出来的。爱乐福的英文名字就是 I love， 好，那我们直接把它缩写变成中文叫爱乐福。我对每一场的品质，其实我真的是很要求，只要在我的时间允许上，我都会亲自出马，不论客人的金额大小，我都会把他服务得很好，因为我很在乎每一场客人做完的感受以及他给我的评价。这个服务的内容也很重要，但我觉得在跟客人沟通的过程中，能够走到客人的心坎里面去，把他的需求真的挖掘出来，那挖出他真的想要的，才有可能做出与众不同的布置、与众不同的方案、与众不同的专案呈现给客人。即便这15年来重复坚持做着一样的事情，那每一次做完，客人的反馈跟我看到最终的成品这件事情，其实我觉得到现在是能够继续下去的最大动力。大概从2009年开始，那到现在已经15年了。我想要做创业课程，很多大大小小的事宜，甚至专业的事情，然后再就是失败的经验，并不是你赚了多少钱，并不是你有拥有多少客源，也并不是因为你有多少资源，这些我觉得都是其次，因为这个时间可以累积，看不到的背后，才是创业过程中真的是最珍贵的。让幸福传递到每一个新人的内心，我们在他的会场上面帮他布置得很漂亮，让他更有结婚的氛围。那在业界比较少看到这种多元的方式去做布置的产生，但到现在我觉得每次做完求婚布置还能让我感动，我觉得这也是我留在这边最大的初衷。